老一辈时段是真少有人有机会来做这手剪甲的美容甲保养。早多年的新丰社区就配合照顾关怀古店的课程，在热心的剪甲美容老师义务的协助之下，来甲社区为中者服务。除了替社区的长辈来修脚甲手的剪甲机关，也斗相共处理当家的问题，和阿公阿妈大家拢感觉真趣味又搁贴心。就着专业老师来到三江修剪指甲，也是擦指甲油，真少会体验到草屯乡社区中者更加侪烦恼。小弟擦得真好，擦未歹，真好啦，擦得真水。哇，水两三天呢，我明仔要佚佗啊，明仔要佚佗，擦得水水。摕着工具弯腰来为阿公阿妈修剪指甲，伊是美甲师陈伟如。靠着对美甲喜爱，认真学习，并且在日本一个台湾能考取到证照，这份热心甲社区服务，来做美甲修复甲保养，不管是老大人真困扰，当家部分。家家迄擦真轻松，哎呀，迄都未当家累啊，无本来当家，当家你走路都疼。在家里，我是帮我爸爸自己剪指，自己帮爸爸剪指甲这样子，然后。因为我爸爸自己有砍甲的问题啊，那时候就是想说，好像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有这种问题，然后他们自己不会去花钱去做这个，就是给人家做，或者是也不会去注意这个问题，啊，想说那就跟社区就是联络一下。阿伯，你这会疼哦？会疼吼。草屯镇新丰社区来加入着流行的观色，安排美甲的活动，当中有80多岁阿妈头一遍体验。大心的服务，可以感觉家己变得更加少年。嘿嘿，增加的安那就要较水点。我这增加拢退化去啊。早时代拢助产、顺产水啦，咱这产地了，所以增加的钱拢会开闭气啦，开败气。哦，啊，今麦这个陈伟如老师咧，哦，就了咱这个活动，哦，来给恁做美甲。哦，加咱这个增加当家的部分咧，哦，起来是讲，加这时代，哦，加加好水水，擦得水水，哦，是好这时代，哦，过得咱这里真快乐。社区表示，这是第二遍的合作，阿公阿妈拢真期待，嘛感谢美甲师团队带来着专业的服务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